Hello， 你好，我是莱斯，欢迎来到电玩读报。首先一开始回答一下各位之前的问题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桌布，它叫动态桌布，它在 Steam 上面买得到，它叫 Wallpaper Engine。那我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有介绍过，我到时候再把网址留在下面，你们就可以直接看。那桌布有很多，然后如果说要问我说哪一张的话，上次那张叫 Star Citizen 哦 Area 哦，这个因为这个我两年就是之前做完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江南烧酒，它看起来就很可爱，可爱又性感。可是你们知道，碍于尺度的关系，我很怕说放了之后就黄标。Anyway， 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读报。这一次读报的都会是电玩相关哦，跟疫情哦，疫情相关的。首先，2020年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其实台北国际电玩展是一个相当大的电玩展哦，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它是在一整个年度里面算是全球比较早哦，应该甚至是最早的电玩展。那当然，像什么 CJ 啊、香港电玩展啊，那些都在年中。大家香港电玩展在七月哦，然后中国 CJ 在八月。那当时我说中国 CJ，可能不会再去的原因，是因为E3就在好像六月吧，就在前面。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会来聊一下说，最近的这个状况，它对我们目前接下来的展有什么影响？因为其实影响到的展非常多，那大家在发布消息的时候都会比较困难。然后也有很多人哦，这个因为这个比较重要啦，我想是应该是一些人比较想要听的东西，我就先讲。因为后面的那个我看了一下，内容量很长，这一集可能会做很长，所以我想说先讲，你们就不用说一定要看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对我们这些实况组啊，或是 YouTuber 来说，会不会就是这些疫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工作？那我这边其实感受很深啊，我就直接讲，因为我身边可能就是有一群这样的工作者。那首先我可以确定的就是，像一些 show girl 活动圈的，跟主持也算是活动圈，就是他们是主要是办活动展场嘛，那一块的人哦，他们目前是几乎没有工作哦，几乎，因为这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很大的展期啊，就是一堆展哦，年初大家都会开始撒预算。那对我来讲是还好，我觉得案子的量会有一点奇妙。因为原本的三四月本来就是大月，就是电玩啦，电玩这一块是大月。那电玩又是整个产业里面算是比较多预算的，例如说比较多预算的就是美妆跟电玩哦，这两块。如果说你要做 YouTube 的话，这两块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那当他们的现场活动都撤展的话，例如说可能你原本台北电玩展要上，然后就没有上，那你是不是那预算就收回来了？可是预算有了，你钱要赶快花掉啊！你钱如果不赶快花掉，万一让上面的，就是头上的人知道说，干这个部门那个钱有盈余怎么办？那你明年就没有那么多预算了，这是一个不好的状况哦。就是可能政府也是，然后各个公司行号也是，就是当上面发预算下来，你要赶快花光，不然就会让以后明年的预算就会紧缩。那所以他们现在就会把实体活动那个预算有没有抽回来，然后拿去丢其他的预算，例如说什么丢公车看板啊，丢广告捷运啊，例如说丢模拟器的那个开头那个让你去点击的啊，或是让你去做 CPI 去做 CPN 的啊，那当然有这么一部分的钱，它就会流到 Twitch 或是流到 YouTube 身上。那对其他 YouTuber 的，例如说其他生活类的什么 YouTuber， 他们会不会有影响？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那一块的人。可是我知道的是，电玩这一块的其实不太有影响哦，还是有。例如说像据说动物森友会的那个实体主机，因为它是在日本，所以他们包货过来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假设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如果有什么很大的游戏作品，这样子的话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产品进来，可是数位版的话就不会。那这次动物森友会它会影响到的就是我记得它的实体主机，因为它实体主机这次用的 Tiffany 蓝配一个有点淡米黄色的主机，大家不知道 会看到，那个就很漂亮，可是那个好像就进不来啊，游戏就没有问题。那整体而言，对我来讲，因为其实展场他们大部分会要的会是女生，男性的人啊，男性的 KOL 就意见领导，那叫什么 Key Point Leader 对不对 ？Anyway。就是对于我们这种 KOL 来讲，男生其实对于上台跟主持是
比较少有机会的，除非你是说像是汤米啊，或者是易先生啊这种，比较常有主持经验，或是 Paul 啊他们，那或者又或者是说像丁特啊那些比较很大咖的卢蛋啊六探那一种，他们本身就有很多 case。那如果说像一些我们这种中小型的YouTuber 或是 Twitch 实况组来说，男生的机会会远比女生少，所以又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对我的影响其实没有到很大，因为我原本的电玩展出席的场次就没有很多，不像是人家那种早中下午跟结束哦，他们一天四场，一天四场，然后三天电玩展就十二场这样子哦，他们那种就是很硬，然后赚很爽，可是也很硬啊，就是他们那一种，如果说你可以十二场接满的，他大概一个月就是那三天的薪水可能会是你好几个月的薪水哦，不过这也都是一场一场啊，那因为这个。不但不知道是延期还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因为其实台北国际电玩展六月改到六月下旬，同时它会打到其他，它会压缩到其他展出的机会，以及台北电脑同业工会，他们也有在推一个夏季电玩展哦，从前年开始，前年是在华山艺文中心，然后去年是在花博，那。越来越大嘛，那本来今年可能会有其他打算，可是如果他们夏季电玩展的时间跟这一次 TPGS 的主秀达到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好，这个开场开了大概七分钟，好，我们就知道台北国际电玩展六月下旬哦，新假期新档期强壮端午，这个知道就好。在六月二十五到六月二十八哦，商务区这次 B2B 这次是两天，那他们的票这次不用退票，可以直接使用。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啦，那原本我也是有一些票可以给大家，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到时候可能在 Twitch 上面或者在粉丝团上面做活动。那至于 IG 倒是就是我个人的啦，爱不爱加你们高兴就好。好，下一则新闻，瘟疫公司开发商发布声明哦，因收到中国当局通知违法而下架，将抵御疫情哦，讲疫情看能不能不要被黄。好，这一则新闻大概是这样，就是瘟疫公司这一支游戏啊，它一直都很红，然后也因为这一波疫情来讲，它又更红了。那更红之后，没想到它就被中国 App Store 下架。好，不过他们就念一下他们的声明啊，我们必须同中国玩家分享一则不幸的消息。昨天傍晚我们收到通知称，瘟疫公司经中国国家网信办审查，存在违反。国内内容，法律内容，并从中国的 App Store 下架，目前状况已经完全超出我方掌控。那瘟疫公司从商业上取得关键性的巨大成功，游戏营运八年，获得 1.3 亿的玩家青睐，其长期占据全国策略模拟游戏榜首，并多年跻身中国玩家最喜爱的付费游戏行列。其实付费游戏真的是不好做，真心不好做。你付费做到第一名，可能也没有一个抽卡游戏的第十名赚得多，真的没有。那作为一个智能而复杂的独特模拟游戏啊，意在鼓励玩家积极思考并学习涉及严重公共卫生问题的相关知识。那我们对中国玩家一向满怀敬意啊，并对游戏无法继续服务中国玩家现状那深感不安。那他们不清楚是否游戏下架与目前的疫情有相关。那瘟疫公司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业哦，已经屡次获得 CDC 的组织认可。他们正与世界主要的卫健机构而开展合作。以抗击疫情贡献力量，这个不是最有趣的哦。这个连 PC 版的都有 ，PC Steam 版都下架，我们这边就跳过了，因为花太久时间。最有趣的是这一则新闻，这一则是游戏角落 UDN 的陈景宏报道，试玩瘟疫公司山寨版，疫情解药品质低下还敢收费吸血哦，这他讲的哦，我因为我没有玩，我不敢讲说品质低下，总之。就在瘟疫公司下架的没几天，马上上了一个疫情解药。那其实两个你可以当它是同一个游戏，只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游戏。哇，高招啊，高招！那总之就是有这么一个游戏，然后这支游戏还收月费，可是因为它是很赶的做出来的，所以它也没有太多的不同的变化或是优化。总之就是要收费，而且是收月费，厉害厉害，好。任天堂公告疫情影响主机产能，健身环要继续缺货，这件事情也影响蛮多，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最大的代工还是在中国大陆那一边。那
不论是可能你的什么电风扇啊，你的冷气机、你的麦克风、你的视讯镜头、相机、手机、游戏主机，哈，这些全部都有受到影响。那如果说中国代工厂在那一边，然后他们的不要说他们的出货了，他们连上班都不太容易的话，那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来。那Nintendo这边受影响了，可是 Sony 表示疫情不影响 PS5 的生产计划。哇，考量家用主机零件几乎 90% 来自中国制造，跨国金融服务集团日前向投资者示警哦，研判疫情可能造成中国工厂停工超过一个月，恐怕造成 PS5 跟 Xbox Series X 生产延迟哦，又叫它 Xbox X 好了，那名字太难念了吧？那 Sony 财务长哦，虽然在 Sony 第三季四半期，什么第三四半期，我可能打错了吧，或是我不懂，反正就在财报中表示不排斥疫情可能会影响产品制造的年度。那总之 Sony 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哦，可是其实大部分都其他都受到影响了。总之他们这个就是有一点，他们说不影响应该也是讲给股东听的吧，或是真的不影响了我不知道，或是他们根本就还没做好嘛，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在发工吧之类的，我不知道。然后 anyway 顺便讲一下，有一则新闻我没有放在这里面，就是 PS5 的首页已经出来了，然后可以预先登录哦，要登录的赶快去登录。那如果你不知道网址的，你可能上去 Google 一下 PS5 预先登录，应该就找得到。反正就他们的官方网站。嗯，这什么？这可以吗？哦，这个可以。成人像 Mirror 免费送9万组 Steam 序号。然后这件事情，这是4G 的 YD 大哥啊，YD 大哥的报道。那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已经蛮有点久了啦。这是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Miro 就送了几万组序号，然后送了之后又再加送。可是因为他要有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手机电话号码，所以我在这边那个台湾当时我就没有报了，不然我可能这种讯息就是很及时的免费讯息，我也不会做影片，然后我也没有地方可以丢，我就会丢我的粉丝团，我个人就是我的粉丝团了，我就会丢在上面。所以如果不想要错过这样的讯息，就按一下粉丝团。那如果想要帮帮我，也可以按下粉丝团。那如果都不想、哦、也不想看我平常在那边冷笑话，那就不用按你没关系。好，下一个 PUBG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哦，千万暖助疫情，要闪过那个字。好，那这个我们就让他们，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哎、欸，他们有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他们好像是给红十字会总会嘛，对，他们是给总会，他们不是给下面，所以。希望是钱可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上。好，下一则新闻又是疫情哦。《魔物猎人》15周年纪念音乐会确定延期哦，接受全额退票。这个新闻原本我是不知道的，刚好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哦，主持人的朋友，他就很想要去。那后来才发现，哎、欸，有几个朋友也都会去这场音乐会。总之，他就是延期了。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买嘛。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啦，就是。因为我也蛮支持脱口秀的，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种聊天讲话的内容哦。这个内容也是我觉得最近 YouTube 蛮串起来的一个内容。那我有去龙龙，就是龙龙他们有办一个四个人的脱口秀哦，那个我有买，那个没有好像没有延期。然后还有买一场 Alan Walker 的哦，电影一场电影 party 的那个好像也没有延期。好，接下来因为疫情扩大，斗星台北 Major 2020取消，这是。4G 饼干的新闻，然后就是石油王办比赛，原本都是由小象办的斗魂哦，现在后来改成斗星。那2020取消，原定6月13到6月14举行的 TW Fighter 格斗游戏盛会，斗星台北 Major 2020主办人五谷石油王，哎，我一直以为叫台北石油王，哈哈。那于个人 Facebook 专业公告，避免疫情扩散，决定取消。那虽然我们控制的很好，但是。这种盛会，很多港日韩人都会来参加。我觉得他这样讲的是蛮不错的，因为，你原本就是希望这一个格斗盛会有个交流，是国际性的交流。那如果他们都不好过来，或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人也在担心，那其实这个活动也没有那么开心了。那不如我们可以囤积实力，在下次再办一个更好的，或是延期到可能今年年底什么办，我觉得可能都还不错。尤其最近又有蛮多。最近啊，就是有蛮多不同的新秀的格斗游戏出来，包含那个《碧蓝幻想》，或是之后也有一两支，那我觉得还是很不错。那除了格斗界，除了斗星以外，卡普空取消3场跨全国 CPTE 的巡回赛哦，这也是我们知道就好了。
总之目前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当初讲说，就是我们是比较早在反映这件事情，疫情这件事情，那包含我们取消台北电玩展，哇，大家骂透了，然后包含实名制买口罩，或是包含就是各类的政策，或是禁止外销这件事情。可是你们现在看哦，你们现在看网，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夸政府的人，真的不喜欢。就是你身为一个人民，就是天生你需要去质疑他嘛。可是你这样回头去看其他国家齁，再看看现在，你会觉得现在有点时光倒回，有点 déjà vu，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其他国家都在做我们当初在做的事情。前几天还有新闻说他们在抢卫生纸，我看到我也是觉得哇，原来台湾人没有特别傻欸，因为真的没有，所有人类碰到这种事情反应都一样。Anyway， 好，更惨的是那个 SNK World 啊 Championship 延期举办，这好像是他们的第一届是不是？对 ，SNK 首届的 SNK World Championship， 简称 SWC 的大赛，原定2月起举行 Japan Two Final 跟 Grand Final 赛事。那疫情影响啊，总之他们旗下格斗游戏《噬魂小》以及《The King of Fighter 14》啊，电竞大赛又要取消啦。那没有关系，格斗界的新闻就到这边。GDC 哦 ，GDC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啊，它叫游戏开发者哦年度大会。像之前那个 Google Stadia 就是 GDC 19的时候发布的嘛，现在 GDC 20这个东西宣布延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世界大会。总之它就延期了。我稍微念一下新闻 ，GDC 原本预定美国时间3月16到20号在美国旧金山登场，但是官方今天哦发表公告表示，他们与世界各地游戏开发商与社群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磋商之后，他们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那今年3月 GDC 将延后举办，延后哦，延后。那过去一年之后，筹办单位与顾问委员会、演讲者、参赛厂商与合力伙伴都尽力的为展场而努力准备，可惜3月无法如期举办，他们为此感到遗憾。我大概就不多念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大概我们大概知道哪一些展或是发生什么状况，大概就好了。那他们改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宣布介绍次世代主机的研发和想法，而 Sony、EA 哦、美商易电、Epic Games、Facebook、Unity、Kojima 我就小岛制作，然后 Amazon 都因为员工健康考量而宣布退出此活动。待会我们还有看到更多的新闻。那 GDC 游戏开发者大会确定延期哦，这个大厂退光，那是我当初在整理的，因为原本只有一两家说不去，原本是小小制作跟 EA 嘛，或是还有 Sony 好像也说不去哦，对 ，Sony 跟 Facebook 说不去，放反了，不好意思。不过因为前面那一片就可以含瓜后面，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接下来 那个这是什么？这是动漫怎么念啊 ？Anime。Japan 2020年宣布停办，这是跟动漫比较有关，跟游戏可能就比较远了。可是，总之就是知道它也停办了，它也停办了。那日本环球影城以及迪士尼乐园宣布暂时休园，这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有 gas 的举动了，因为他们这个一休会损失多少钱不知道。可是因为其实上面的东西，因为小朋友跟老人他们免疫力会比较差，那。也就是因为其实像你知道，我们如果碰到病毒，其实不是百分之百一定就是会中毒，然后也不是说中毒就会死掉，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因为年少跟老一辈的他们抵抗力比较差，那在游乐设施上面常常会有要抓啊、要干嘛，或是喷口水或是什么的，他在防疫上会比较麻烦。那他们愿意去做暂时休园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价值的，真的是有，就是钱先放一边。好 ，Green Days 宣布亚洲巡回延期了，敲往34年的三年小巨蛋场拜拜了。那这一个是魔兽世界最大频道老布提供的消息，为什么？因为他原本要来这一场，然后我原本要约吃饭，结果跟我讲不来了。那这 Green Day 就是之前在做 The Game War 2019年，他们2019年的 Game War 年度游戏大赏，他们哦有来做表演。那当时也是引起一个热潮啊，那总之他们不来了，不来就不来，呵呵，我也没办法。好，那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散，吉普力美术馆以及三丽鸥彩虹乐园，我觉得暂时宣布休馆，这个大家也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它是位于日本三鹰之森吉普力美术馆，宣布2月25号到3月17馆休馆的消息。那之后会不会继续下去，会不会继续休馆，这不清楚。不过他们这样是已经自主休息了3个礼拜左右吧。好，接下来是数位时代的报道，6000亿元投资付诸于东流啊，东京奥运可能因疫情取消，
那这我们也是知道就好了，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不会。基本上我觉得6000亿耶，应该也是不会啦，因为有很多人就说我们日本就是为了相信什么，就是相信中国大陆或是相信 WHO。其实我觉得那些可能都是原因之一啦。可是你想想看，冬奥这件事情太严重了，他们可能会硬着头皮办，所以他们一开始想要把疫情压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跟冬奥会比较有关了。Anyway， 那也不是我们要决定或者要，或是我们需要判读的事情。能看懂当然是最好的，可是不是我们需要判读的事情。然后因为应急尚未明朗哦，台南星光三月翻转动漫季宣布将延期到4月开展。这个、台南朋友就可能知道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今年大家会过得比较苦，真的是过得比较苦。因为我本来因为你看我以前生活片都有拍一些展场片嘛，因为我本来也蛮喜欢逛展的，就看看人家什么新东西啊，我看看真美啊什么之类的啦，就是我想要培养一些跟电影、电动跟动漫哦影集以外的兴趣。那出去走一走，对我来讲最喜欢的就是看展跟吃东西。可是年纪大了，你不能这样一直吃一直吃，不行。那就会想要看展，所以不能看展这件事情对我也是有影响。不过也是希望，能够稍微忍耐一下，因为我现在除了工作，就是必要的工作以外，我现在都不太出门。好，接下来 Google Cloud Next 大会也改成云端直播，因为之前 Sega 也有说，也有一些活动啊，就是各个游戏厂商都会有一些活动，因为因应那个台北电玩展取消，总之就知道一下就好。Google Cloud 年度最大活动 Next 大会原定于今年4月在旧金山举行，但是面临到蔓延到欧美的疫情日趋严重， Google 宣布今年 Next 将由线上进行串流 Keynote 分组会议、互动学习以及 Google 团队问答。这个哇，去年有3万人参加，今年买票的参与者资格自动转机登记线上版的会议，而原本的票将退费。我记得他们的票不便宜哦，好像是250到2500美金哦。美金哦，还是290到2900美金哦，哇，我的老天爷！好 ，NVIDIA GPU 技术大会因疫情取消实体活动，新架构仍然持续待发。那关于 NVIDIA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不过呢，其他新闻我们下次再报吧。反正就是一些游戏因为 NVIDIA 的一些原因，然后他们离开了 NVIDIA 他们新的串流服务。今天应该是不会报他们的新闻。好 ，Anyway， 疫情哦，要担心疫情的 Sony 退出了 PAX East 的游戏展，《最后生还者 Part 2的首次试玩没了。其实我不太想要试玩，因为玩试玩很痛苦啊。像我上次试玩一个人王干娘到现在，哎，还没得抓。那时候试玩，我会喜欢一口气冲击的那种感觉。看电影我也不太看预告，总之就是大概知道一下这样，就是 PAX East 的。也没了。好，那受疫情影响 ，Sony 宣布退出波士顿电玩展哦，就刚刚同样一个新闻嘛，同样一个新闻，就是是 Sony 退出啦。波士顿电玩，波士顿有电玩展，居然在波士顿。好，那为了协助疫情冲击 ，HTC 宣布 VivePro 的会员可免费使用订阅一个服务哦 ，VivePro 的 Infinity， 这一个应该就是趁机促销吧？我觉得这是趁机促销。不过因为，算了不重要。那接下来就可能到一些比赛的游戏比赛的部分。PUBG 的柏林世界赛延期啊 ，PML 2020邀请赛加赛一周。好，知道就好了。因为其实我个人不太看游戏比赛，不是完全不看。那拳头社将延后宣布英雄联盟2020年季中邀请赛的规划。这是什么 PML 吗？啊不，哦，全部延期。那 PS 一直受疫情冲击，《电锯派克2077》与 PUBG 宣布退出，日本大厂缩减内容。其实啊，我觉得有一些展他们直接撤掉，有 guts 哦，有 guts。可是有一些展不是，有一些展其实就是因为那些大鸡鸡的大厂们，他们退掉了。大厂这种东西有点群众效应，你知道，当大家都不退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退，就站在那一边。就例如说，可能。年夜饭啊，有一桌菜，大家都不好意思夹。只要有一个人开动，大家跟着夹。那这个可能大家都想退，可是又觉得哦，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先看看大家的状况啊，反正还在期限之前，钱都还可以退之类的。那当某一家大厂一抽，那大家就跟着抽。哎，这件事情，台北上那个 TPGS 也上演过，你知道吗 ？TPGS 就是这个样子。
某几间大厂先抽掉之后，其他才跟着抽。你们知道这一抽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因为我之前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或许有，或许没有，忘记。你们知道我好几个朋友因为这样失业嘞，因为他们可能是公关公司嘛，或是媒体整合，或者是大间的，或是那种很大间的。可是你们知道那种很大间的，他们营运状况可能不见得很好。一年第一波第一档就是要他妈做电玩展嘞，就是要做电玩展了。结果你电玩展那边卡了一大条钱下去，你什么？你要敲人啊，然后你如果说那个没了，一般来讲，如果你跟人家敲案子，就算没有签约，你跟人家敲了，确定了，要人家把时间留给你了，结果案子飞了，你是要赔钱的哦。那赔多少我不知道了，因为我最近被跑了一个案子，被跑了一个案子，就他不读不回我，不读不回、欸，哇，操，我钱都除了，时间都砸了，给我不读不回，我很想黑名单了、啊。Anyway， 那个题外话，总之，总之，他们那些东西，钱都是砸下去。你可能你要做广告立牌，要做看板啊，艺人要敲通告啊，然后你公司的所有资源可能都会投下去，而且你可能还不止一个展，而且你媒体整合行销公司，你可能是同时做三四个摊位，你可能公司有一百多人嘛，你这个部门负责这间公司，这个部门负责这间公司，然后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策展之后，你这些钱。有些可能不是先拿回来，而是那条钱先卡在那一边。我、哦、看当初合约怎么签，这样子其实很可能会造成一间公司的资金周转不灵，因为他原本预计这条钱二月出去啊，比较会拖一点的那个钱五月就回来了嘛，三个月假设啦，五月就回来了，你公司周转还零啊。可是你这样子一卡，你卡到六月，那钱可能要九月才回来，而且这个疫情到时候到六月会不会办你还不知道啊，这条几倍安怎，没谈到修呢。所以这件事情整个都很麻烦啊。那有些公司为了怕一些麻烦、一些问题怎么办？他们只好开始帮公司减肥哦。帮公司减肥这件事情，这样讲是很好听啊，讲难听点就是裁员了、啊，或是请人家自主离开啊。为什么要请人家自主离开？因为有些人就不好意思嘛啊，老板讲了就自己离职，干傻傻的自主离开就没有资遣费了。有的人要资遣费一差很多钱，你被资遣了有一笔钱，然后六个月失业补助金又一笔钱，很多呢，很多。好，下一则新闻，美国E3展六月照常举办哦，首波参展厂商阵容公开，我记得好像没有 Sony， 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有谁，因为我先讲哦，有 Nintendo、Xbox、Ubisoft、Bethesda、Sega、Capcom、斯科尔安克斯、Take Two、万代。还有华纳兄弟哦，全员到齐。我跟你讲，全员到齐是现在讲，你再过两个月，说不定哪一家一抽身哦，大家就跟着抽了。哦，这不知道，可是我们目前知道，就是 Sony 反正现在应该之后都不参展了嘛，他们想要办自己的展。那想要办自己的展也没什么不好了，说真的也没什么不好。好，那男孩引擎燃烧，游戏大厂 NCSoft、Nixon。哦、然后网时等持续带薪休假或是在家办公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某些部门、哦、不是某些产业、哦、就是某一些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 OK 的。例如说，我觉得做行销啊，或是做那些，他其实在公司上班跟在家上班意思是差不多，只要你够早起，因为其实早上人家联络得到你就好了。哦、因为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用电话或是 LINE 或是 Skype 或是视讯沟通就够了。可是如果你是在做游戏企划或是一些需要比较加重沟通或是一群人沟通的时候，其实现场会比较好。虽然说你在网络上你也是可以画那些报表啊，也是可以存资料啊什么，可能存资料会更方便。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公司开过会的经验，我有时候会觉得现场可能会好一点点，会好一点点。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资料传递上的安全一些问题、哦、那些就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东西，总之就大概聊一下。然后西雅图疫情升温哦，天命二邦局的工作室让员工在家上班，这也是我们知道就好，就是有几间公司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台湾也可以跟进了，因为台湾的网络的速度也算是厉害的，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减少，因为我觉得减少交通的支出，你不只是疫情安全。因为为什么从小我就一直在做 freelancer， 然后我就很喜欢自己为自己加班。因为我觉得每次去公司加班，然后你为了你看六点半下班嘛，那你为了要去闪那个上下班时间，交通时间花更多，
假设你每天花两个半小时去上班，你这两个半小时拿来工作不是更好吗？不是更好吗？可是，身为一个老板，其实你可能不会太相信你的员工在家里会乖乖上班，因为确实不会。可是他们在公司也不会乖乖上班了，所以他们在家也是没什么不好。好，几乎是最后一则新闻了。严防疫情扩大，英雄联盟 LCK 联赛宣布暂时休赛。哦，这个应该是要放在前面的，我排序高跟排错，反正知道有这个新闻就好了。总之，这一次关于疫情有关的新闻大概就报到这一边。那可能之后还会有一些零星的吧，那一些零星的我就整合到其他的报纸里面去。那这边顺便讲一下，就是其实我有发现主题性的新闻，可能像之前暴雪那样子哦，就是有一个主题性的哦，或者像这一次有一个主题性的，大家会比较想要看。那这我也是觉得很合理的一件事情。那我也没有强迫大家看读报，因为读报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制作成本比较小，它就是把我平常可能会整理到垃圾化的内容，我就先直接先讲出来。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无聊的话，可以听听看了。那我也看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样的去做整理，因为其实你们有发现到，为了要缩短这个影片的片长，我几乎是完全的没有停，然后也不剪接，直接一股脑的灌给你们。可是我有发现，其实这样子讲对你们来讲可能会没有那么容易的吸收，或者那么容易的了解。那我自己念起来也会比较累，脑袋要不停的转，我需要在脑袋很清楚的时候才能够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再看整个系列该怎么样的调整。Anyway，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记得帮我按个 like， 然后我的粉丝团、我的 IG 有兴趣的话可以按一下。那如果想要看到我打电动的话，退去实况可以来找我聊聊天。最近11号会玩 Ori， 13号会玩人王。那这个月工商会比较多，不论是退局或是频道，那也请你们多多担待。我是莱斯，谢谢你们看到最后，那拜拜。